故事的开端，在一个遥远的小镇上，住着一位年轻的木工设计师小叶。小叶的工作室藏在镇子边缘一个古老的柚木森林旁，他每天与木材为伴，创作出一件件精美的作品。新奇的发现，一天，小叶收到了一块罕见的木皮染色雀眼木皮，他轻轻触摸着木皮，那上面的细密纹理像是一双双雀鸟的眼睛，充满灵动和生命力。这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材质，带着无与伦比的高级感。这是一块特别的木皮，他对自己说，它会让我的作品焕发出全新的光彩。创作的过程，小叶决定用这块染色雀眼木皮来制作一张咖啡桌。他仔细地切割、打磨，将木皮贴合在桌面上，每一刀下去，他都感受到雀眼木皮传递出的那份独特的气息，仿佛木皮本身在指引他创作的方向。这种木皮真的是不可思议，小叶心中充满了感激。它让我的设计不仅仅是美丽，更是有了灵魂，完美的呈现。几天后，咖啡桌终于完成了，桌面上的染色雀眼木皮散发着柔和的光泽，每一个纹理都如同一件艺术品。小叶将它放在工作室的展示区，光线透过窗户洒在桌面上，仿佛整个房间都被这张桌子的美丽所点亮。结语：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东西，小叶自言自语道。一种能够让我的作品与众不同的材质，他决定将这张咖啡桌推荐给所有喜爱高级木工设计的朋友们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神奇的染色雀眼木皮。就这样，染色雀眼木皮成为了小叶工作室的明星材料，每一位设计师，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，都在这种木皮的灵感引领下，创造出了无数令人惊叹的作品。邻家女孩的心声。嘿，朋友们，小叶开心地对来访的设计师们说，如果你们也在寻找那种能让作品焕然一新的材料，试试染色雀眼木皮吧，它真的能给你的设计带来奇迹。小叶的故事传遍了整个小镇，成为了木工设计师们口耳相传的美谈。每当有人提起染色雀眼木皮，总会想起那位充满热情与创意的小叶和他那张美丽的咖啡桌。